白河蓝天宫奔赴千岁，农历六月十五圣诞千秋，搭上疫情三级境界，寺庙未解封，在庙前的大马路搭起了超过30坪的布袋戏。庙方主委表示，冥冥之中神明家己拢有安排。丰收啦吼，小姐啦，7月20啦吼，姜荣会在遮靠我讲，会当演布袋戏啊了。我讲真的嘛，伊讲真的啊，我卖骗啦，伊讲袂啦。我讲哇，安内拄会赴吼，奔赴千岁拄。这个农历六月十五圣诞千秋啦吼，我讲我紧转来来甲朋友跋杯，敢通啦？因为安那后壁缀两条风胎啦，准做吼。政府讲吼，即卖产子也有哦，为解封啦，会当演啦吼。但是风胎缀后壁来，你知哦？结果吼，我赶紧甲转来甲朋友前个中道，来甲小兄甲跋杯请示啊。我讲吼，来会当做着对，赶紧要来做布袋戏啦吼。人两个月拢无趁钱啊啦吼，结果3斤杯啦。OK 啦 ，No problem 啦吼。除了上过两个风台甲风雨，就连未解封会当做戏，奔赴千岁也伫几当前就已经指示会当放心请戏，才短短几工就找来36坪布袋戏。一点钟内我就吼招着30个人参加啦，啊，入戏了，拢总36个啦，36场啦，今仔日30场，为13做到16安尼啦吼。蓝天宫趁着寺庙未解封，为奔赴千岁做戏照收以外，也遵守防疫规定，量体温、实验制，一项拢无少。防疫期间啦吼，咱就是吼爱配合政府的政策啦吼，阮外口吼拢做着吼社交距离。用酒红，一个酒红徛一个人啊，吼！社交距离人是画红线，阮就用酒红啊。啊，外口用拢锁栏的啦，吼！阮就是吼，就希望讲，咱这个疫情啦，吼，佮经过即道，阮保持者有够兴的啦。兴到讲吼，这个已经吼三级偌久啊，吼，佮来得及吼，来庆祝伊的吼圣诞千秋啦，吼！目前寺庙会当下戏流行，但是办身袂当牙疼啊、耳科啊，蓝天宫也拢照做，搁伫戏边头前扭起防守线，防疫步步做好。而真侪戏团自疫情以来拢无戏通搬，即回奔赴千岁圣诞千秋，予戏团有工课通做，也算是人生强戏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